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来感谢以上加入频道会员的各位观众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才能让我有动力制作更好的影片。加入越久的会员，你的名字就会越大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影片吧。不是要去桥那边吗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游艇。然后等一下看有什么纸条的话，可以留在前面那边。我们先去看游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有声音。现在没有船的声音。他要不要三点过后再游过去？因为三点他们会来。对他们整点会巡逻。有船声音，有船声音。对对对，有有。是不是有机车声？没有没有，船游艇旁边，游艇旁边有声音。大家趴下，等他走吧。嗯，等他走。哎、欸，是那个吉利耶！哎、欸，吉利服的，在 SW 方向。嗯，是穿吉利服的那个。对 对, 對，就刚刚攻击我们的那一队，那个部队的人，也可能是同一个人。他在那边绕哎，嗯，没看到他了。还在啊，绕圈圈。嗯，他还绕圈。他准备上去，他上去了。他上去又下来了。他在看这边是不是哦？没有，他好像准备走进去抢他的斧头，抢他，把他财产都抢光。他又上去了，他又上去了，嗯。要上去攻击他吗？再观察一下吧。他的那个狙击枪有点麻烦，他跳海了，看起来要走了。好，他的收割，收割上，他上船了。看一下他往哪去。不要开灯啊！他游到另外一侧看不到。差不多了吧？巡逻一个小时。巡得很仔细的。还有声音呢，他在船附近、嗯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要上岸了。A 方向。他进去下水道了。这下水道能不能通到我们刚下去的？哎、欸，他还在起哦，他是绕回来。我们先别冲动好了。我感觉他在埋伏啊，他在躲在那里面啊。冲动，用你的耳朵听听看，还有谁吗？他是停在那边啊，那个下水道入口那边啊，又动又动又动，他又在动了，又回来了又回来了，还好我没有过去。对啊，真的，我们可是有顺风耳。哎呀妈，还在那边呢，那怎么走得进去？那等你把面具脱掉，说不定那个听得比较清楚一点，让耳朵完全体露出来。可是我的金发太明显了，我怕他会看到。没关系啦，风萧红成这样都不会被看到了。你这么说也是，可是等一下他被看到，他就是标靶、啊。哎，可是你头红红的一颗也会是标靶啊。金发比较不明显啊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他又绕一圈了、啊，他还在。贱人，是不是也有枪？风萧就直接跳下去了。风萧壮烈牺牲自己吗？还有在送红包，他在干嘛来回骑呀、啊？在那边转圈圈啊！还是我们直接冲过去运上马杆？哎、欸，他要下船了哦！对，又下船了，他要准备上去。他到底要干嘛？我的友靠你了，冲啊！哎、欸，他瞄过来，他瞄过来了，他瞄过来了，他看到我们了，撤！等一下，他瞄过来，他瞄过来，他瞄准过来了，他枪瞄过来了，哎、欸，趴着趴着，刚射一发，他瞄过来了，他瞄过来了，蹲着，他骑过来啦，骑过来啦。他过来，他过来了。他骑过来了。他在 N 方向，他在 N 方向。他骑过来了。他骑过来了。他刚朝那边开枪啊！哎，冯烈，你是不是有猎枪啊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猎枪？那只是长得很像啊。哦，他只长得很像。他进下水道了，越来越近嘞。进去，进去。他会不会在我们下面啊？我觉得他已经骑到我们下面了、哦。小心点。我觉得他现在下面没有。他在下面，我刚看他进下水道啊。没有，他声音离我们很近诶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声音离我们好近。下水道不是那个声音哦。对啊，我去看一下。看不到。他这样算不算走掉了？不知道。就看他敢不敢开过来嘛，打油桶开过来啊，不就硬干他？他有看到我们，他应该不会走吧？不知道啊，就哇，小手跳海了，小手跳下去，他跳下去干啥、啊？他们都跳下去了，他们都跳下去了，对啊，他们是往游艇方向游吗？对，那他们有留人在这边放无线电吗？没有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他们跳下去了、欸，出发了，跟上吧，我们留一个人在这边，一到两个人，留谁？看你们一个医生，哎、欸，他们好像。我留在这吧。他们出事了是吗？有吗？他们出事吗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无线电 check 一下。我们先别出动，我看一下望远镜。我先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看。
嗯，看到风萧。船上吗？对啊，风萧在船上。嗯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我看到了，他们跑进去了。哦，好，那等他们进去侦查吧。去救人，他们刚刚有人卡住了，好像有暗流的样子。我去救他们。好，你们要掩护我吗？他们在岸边那边。岸边吗？岸边。对对对对。哪边岸边？这边，前面，我指的方向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我帮你看，你先游过去。还是让我们家医护去啊，不然我们家没有无线电可以沟通。那好吧，我跟他们联络。刚刚说冯迪尔过去，我看到岸边那个浮在那边那个。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在前面，你就在那个。哦，看到。过去吧，你骑脚踏车过去好了。好，我骑脚踏车过去。他们在哪？在附近哦。他们在前面。哦，怎么飘到那边？还有一个，两个都受伤。他们是被打吗？还是被潮间带的暗流给卷死？据说是潮间带暗流啊。导致他们手都没办法游泳啊，所以刚只有一个风萧成功登船是吗？他目前应该是没有成功登船的。有啊，风萧在船，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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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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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狙击手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有枪有狙，那个有枪声往我们这边射过来，你那边应该没事，你先救。连五线电跟你们家医护讲一下，有，你先小心救，你小心救，多好。从哪个方向来的？听不到，从哪里射过来的？你先趴下，先趴下。哦、好险没射到你，很远、啊，很远。这一枪只听得到枪线落下来的声音，没有听到开枪声音。他那个是不是有消音的声音啊？有可能有消音枪。狙击枪通常都是消音的吧？火力比较大的就不会装。是啊。嗯，小心，先趴着吧，这里应该比较安全一点。我把他救活了。好，接他撤。你跟他们说，我们这边上面狙击手还在盯我们这边。我们刚刚有一个枪线射过来。那躲在屋子后面吧。我们躲在屋子里面，这边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应该是刚刚那个，他跑到岸上，嗯，没看到他们人在哪？没看到，看不到人。他们被攻击啊！兄弟，他们说有被攻击哦，在哪里？什么有被攻击？桥头吗？不知道，他们无线电说他们被攻击，不知道在哪里被攻击。岸上那个救了吗？救了，救了，救了。兄弟去救他了。我救了，那个弱孩的我救了，可是我叫他跑上来，怎么没看到的？这边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后面，然后上来爬过蓝色就看到我们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后面啦、啊？对，就这里。好呀。往蓝色的地方爬，蓝色的墙壁够安全吧？这里。哦，我走这边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感觉没办法登船，他们怎么一直盯着那艘船？对啊，现在看起来是，可是只有一个狙击手在盯那艘船。我们是不是趁他在盯我们这边的时候，过去船上看一下？还是要等小组他们回来呢？他们说他们在桥上有被开一枪啊。嗯，我们刚刚被开，只是没被打中。刚刚好像是打洞洞吧？嗯，那个子弹从他头发间隙穿过去。嗯，真的。看长发果然有效吧？好吧。他顺着那个发线直接飞过去的。嗯，如果是别人发型，可能就卡住了。发型要慎选。那狙击手在哪里啊？是怕他在远远的把我们都射死？我觉得应该在 E 方向或 N 方向之类的。刚那个枪线打过来的感觉是从 N 到 E 方向这一段距离打来的。算吉利福那个在射吗？还是另一方？应该是他啦，可是也不确定。我们上次被两个以上打。嗯，有，他跑来了，在哪？只看到一个，桥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了。看到，那是我救的，落水的那位。刚刚说我们在这吗？跑过去了。他是不是手还抱着一个人呢、啊？是吗？我去看，这里面肯定有东西，不然他不会在那边守来守去的。对啊，本来只有整点来，他现在是直接一直守在那边看、欸，长期扎营在这里。对啊，等等，我们后退一点，这个地方外面好像手会露出去哦。真假的？嗯。他们说小丑挂掉。小丑挂在哪里啊？小丑死了。他在哪？他们刚刚下水之后遇到问题是他们会卡住，而且手都游不了。真的？嗯，他们是有带呼吸器吗？还是没有？呼吸器出问题也死了。呼吸器也有问题。哇，那怎么办？他们现在哪里啊？他们飞回岛架了。哇，飞回就没有救到？没救到。对。哇。哇啊！现在这有点小尴尬。对啊，他身上东西很多哎、欸。以他的能力，可以先弄回来的吧？只是应该暂时弄不回来。对，暂时弄不回来。这个阶段弄不回来怎么办呢？那呼吸器还先不能随便乱带，真可怕。对啊，还是先靠自己游好了。那呼吸器一用完，小丑就溺死了。你们还要再拼一波吗？拼波啊！不然我们就少量的拼过去就好，我们就去看一眼，然后就回来。对啊。那风萧去哪里？他不是游过去到船上啊？怎么就没消没息？对啊，就没看到风萧嘞。风萧嘞？我刚刚看他很大大大的在上面跑来跑去、欸。他是唯一一个现在有登船过的人嘞、欸。对啊。不会死在船上吧？不会被阿北老婆干死了吧？不会吧？风萧说他在船上，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过去会被狙哦。他现在出不来，有狙击手，所以狙击手在盯他的意思。是啊。那不然叫他把里面的东西先看看啊。先用他最有价值的那双眼睛看一看，他那头发就算了。对，
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是觉得啦，就一两个人出去给他打，然后让他有机会可以从别的地方跳下来游走。有可能吗？你想太多了，狙击手狙击线很长，但是他没办法一次打两个地方，在这里他一定会有攻击间隙啊。你们在这边被打死了，我们还有机会把你拉去旁边救。对啊，可是他被打死是真的没救，你要游过去救的几率比你在这边被打死救的几率还要低哦。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岸边跑起来让他打？对对对，就是一两个人跑嘛，总不可能百发百中嘛，一定会失误嘛。虽然说他很准，但是他有机会失误。调戏他。那他在打我们这边的时候，你跟他联络吗？你跟他有无线电？那我知道要怎么跑了。我今天刚练习过，我觉得那样跑很快。OK 吧？要等。先准备一下。先趴着，先趴着。那我大拉拉。那个我觉得两个人跑。好，我准备姿势已经好了。哦，这是火影跑法吗？可以。对，我等下就往外跑，跑出去。他刚刚在前面打洞洞嘛，对。你等下直接跑出去，先接一个后空翻。好，我听指挥，准备起飞。我押韵了。打我啊，狙击手！队友吗？我怎么觉得狙击手还没有在理你啊？